是从 S 开始，最大是去到 XL 三个色 ，OK。我身上穿的是 cream color， 然后这个是 dark blue， 再来就是这一个黑色，三个色 HDG 什么了？你还是六十五色。HDG 65雪白面料的连身裙啊，没有弹性啊，负 inner lining 啊，这一件裙子是负 inner lining 啊 ，OK， 尺寸跟助理一样啊，这一件裙子连身裙是需要穿 L 三的，因为毕竟它是没有弹性，给你进它的印花先啊。For 老师，如果老师，我不晓得老师可以这样子穿，这样子小小一点点 cap slip 的吗？如果这一件老师适合是老师可以穿的，倒是非常适合，因为最近的天气太热了，如果基本上没有 aircon 真的是有点辛苦。OK， lining 是负 inner lining， 然后裙角这边是这样子有款式，这样子 fringe 有款式的，隐藏拉链是在后面由上往下拉，左右两边一样是有口袋啊，这一件连身裙左右两边是有口袋，来转后面。后面是这样子的，显瘦的话，如果你要显瘦，显瘦的话有两个色啊，就是黑跟深蓝色。OK， 我身上如果你要显白一点的话，你就带着我身上这一个 cream color， 它不是白色啊，近看呢、啊、它是 cream color， 然后它的花是maroon color 这样子的，然后蓝色的话，它的底是蓝色，花是红色，一样是 maroon， 黑的话。它的底是黑色，它的印花是 more to wood 啊 ，cream color 这样子的颜色 ，OK，HDG 65，我去换蓝色给你们看。总之这一件，如果你是跟着助理的尺寸下单的话，这一件助理是穿L size 就对了 ，OK。最大有到 XL 啊，这个款式我是穿这 L 啊，这一个。有两个是属于深色，然后就是一个是属于比较浅的颜色哈。所以说这件呢、啊，建议你们下单的话就不要超过我们提供的尺寸，因为这个呢我穿在身上是还有空间的。然后呢，如果是你根据尺寸下单 ，L 是80，那么如果你的腰这么巧是80，还是有预留了一点点空间，不会说如果你的腰80穿起来是这样子勒着是不会啊，是还有空间 ，OK 是还有空间的。所以说只要你下单没有超过我们提供的尺寸，都穿得到哈、啊。这件身高160整体，就是说穿起来那个长度是。我是刚好在膝盖下一点点，在膝盖下一点点哈，然后呢，上围的话一样肯定要有空间，下围我预留的空间比较多啊，因为你的下围你会坐下去，所以它是比较多，就是说空间，然后就说我下围一样，如果你的尺寸已经是 maximum 那个了，穿上去不会这样子贴贴包包的哈，已经预留的空间给你们哈，这一件，所以说深色有两个色啊，黑色跟蓝色，就看你自己本身想要的效果，因为。如果是整体来看，黑色它的小花是 cream color， 它会带一点小清新的感觉，因为是因为它是搭了 cream。那么呢，蓝色来讲呢，它是搭了比较就是红色的花，所以说整体效果是不一样的。然后当然说，比如说最显白的话，肯定是拿这个 cream color。OK， 有三个色给你们选哈。OK， 我换了蓝色，有口袋啊。像刚才讲的，这件连身裙是有口袋的。OK，HDG 65。总之，基本上这一件呢，我是穿着 S。OK， 这一件我是穿得到 S 的。然后先来讲它的款式是在它这一边这些这样子 fringe 款式，加上它袖子是这样子的，它不是那种，它是比较。怎么说呢，就是比较 cap slip 的那一种袖子，不用怕说袖口的洞不够大之类啊，穿不到，小 V 刚刚好 V， 隐藏拉链是在后面由上往下啦。总之尺寸跟助理一样，这件下单 L size 就对了。然后上回这边一样啊，它这边是这样子有破开，它是这一边这样子破开来测试有款式，也一样是有加了这个上围这边胸压的线，这样子穿上去哦，因为毕竟这个面料是没有弹性，它这样子有破开线来测、哦、穿上去穿在身上的时候、哦、它不会那种压臂感就对了。 OK， 我是穿着 S 三个色，显白的话像刚才讲的就是有这个 cream color， 显瘦你可以 either 拿黑或者是这个深蓝色，你要比较 bright 一点的颜色的话，你又想要显瘦你就带走深蓝色吧，因为毕竟它的花是
红色 maroon color 这样子的，黑色的话就是它的花是白啊 cream color， OK， 黑底然后 cream color 的花 ，HDG 65，价钱是79 ，size 最小的码是从 S 开始，最大是去到 SL， OK， 想要找雪纺面料的裙子，这一期就只有这一个款了、啊，就是。这种雪纺面料不用怕会透之类的、啊、是有 lining 的，可是还是一样讲啊，像之前讲的，你穿这样子浅色 cream color 的话，我们就建议你穿浅色的话，你的内在眉就不要穿回鲜艳的颜色，你就穿回裸色系列就不会有问题 ，OK？ 这一个、啊、S 到 XL，OK？、Okay? 没有的话我就换下一个款。如果是说你们想找就是雪纺面料啊，毕竟说最近天气是比较热的 ，OK？ 很建议你们。